唱歌之前，我们先喝一下东西，好不好？对，下一首歌曲呢，我们要带来呢，也是我们乐团的创作。那我们乐团的如果有看到我们的就是活动的宣传的照片的话，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的团员人数比较比较澎湃一点。对啊，对，就是很多，其实坐在你旁边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团员，真的。我目标是大概3600个团员吧。你要大大一点。就在台中随便唱，大家都就是开始遍及全世界。对，可以。方大带无国界。哦。没事了，没事。我可能刚有喝错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带来这首是中文的创作歌曲。那这一首歌名叫做《梦醒》，对，那是一首很。这首歌曲呢？放弃。是我大学的时候，小时候写的歌，对，跟我的同学，他叫做雅玉，他是泰雅族的。那后来呢，我就唱给团员们听，啊，团员们不嫌弃，然后就愿意重新的来做一个编曲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首，我讲说什么，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，放弃，梦醒啦。一早醒来，发觉身边没有你，试着寻找着你的气息。洒进我的房间里，温暖的你却已经离去。我心里好着急，想着你到底在哪里，为什么留着我默默哭泣。Thank you.
要醒几次了啦，下一场大雨的话。大概有醒八次。对，一下太阳一下雨，我今天清醒好多次，难怪我觉得特别累。好，刚刚那首《梦醒》跟大家分享，也是一个很甜蜜的，是你大学谈恋爱的歌是吗？没有哦哦，对，我大学没有谈过恋爱。哦，真的哦。我都在高中谈完了。你说这一生的恋爱都在高中谈完，是多多？来，你们有饮料吗？我们敬你们一下，一起来喝，喝完今天这杯非常美的酒，水，哎，红茶。你不是都把茶称作酒吗？你的习惯？以茶代酒啦。所以就会有点搞混，我平常都喝茶。